美国纽约有一名曾经获得餐饮界奥斯卡奖的美食摄影师，从2019年开始，花了大约5年时间，跑遍了6大洲、55个国家的麦当劳门市，来探究这间跨国素食巨擘如何在地化调整菜单品项以及门市设计，来迎合当地人的口味。他把这些照片集结成册，带领读者们环游世界。The largest McDonald's in the Philippines.Base of Mount Fuji, Amsterdam, Las Vegas, Nevada. 不论是在冰天雪地或水乡泽国，纽约摄影师盖瑞走遍世界各地，为了跟各国麦当劳门市合影，探究这间连锁素食业霸主在分店门面和餐点选择上如何在地化，迎合当地人口味。I visited McDonald's on 6 continents, 55 countries, and I must have had hundreds, if not.Thousands of meals. 麦当劳在菲律宾推出番茄酱意大利面，在香港则有煎蛋肉排通心粉搭配红豆年糕派。法国麦当劳更把汉堡换成法式长棍面包，融入各地特色，是饮食在地化的经典教案。It's not the case that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an just go into any market and impose its will. It's necessary to localize both locations.And menu items. 盖瑞曾获得有餐饮界奥斯卡奖之称的詹姆斯·比尔德奖，擅长以照片说故事。2019年在摩洛哥的麦当劳分店尝到提供给穆斯林的开斋特餐，激发他利用影像记录全球麦当劳在地特色。5年来独自跑遍6大洲，期间还碰上新冠疫情。You want to really bring viewers into the location.And so they can feel like what the locals felt. 盖瑞集结心血并出书，透过文字和影像带读者环游全世界。刘尔豪 B。